Hello， 我们现在在中仑图书馆。对。对，然后呢？这是你，我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画的那个漫画。好，那你来说明一下，你的是什么？这就是有一只尺，然后在睡觉。然后有一只毛草，不，爬虫，你们这是一个树枝，然后呢？然后他站上去，然后水壶就吓到，然后他就神奇把他赶走，然后呢他就吓到眼睛都凸出来，然后呢他就跟他说对不起，就这样。哦，眼睛凸出来是在这里吗？对，这个瓢虫眼睛凸出来，然后最后他就跟他说什么？拜拜，对不起。好，现在你要把这一张交去参加比赛。这是什么？后面有报名表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个漫画比赛。好，可以。OK， 这是你第一次参加比赛，对不对？不是吗？漫画比赛。哦，对，漫画比赛。OK， 那下次还要再继续参加别的吗？OK， 好，那我们去交卷喽。